学弟那边是说他有认识一个养殖户啊，他是有一批上千只的那个，他说吃人肉的鱼，哦，吃人肉的鱼，然后我也不知道吃人肉什么，食人鱼吗？还是鳄鱼？我觉得感觉很奇怪。然后说吃人肉鱼，他说已经嫌太大只了，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收回来。那学弟说他已经拿一些有拿去当饵料了，然后我就觉得是把它弄死啊，我不搞不懂啊，不管，反正就是有那个有鱼我们就在嘛，哦，有鱼我们就在，然后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就先去学弟，哦，接完学弟就顺路去要往礁溪那边，哦，往礁溪那边去拜访这个养殖户，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看，我，哦，看看到底是什么是吃人肉的鱼，哦，那我们就等一下继续出发吧，走喽。你要带东西吗？没有。他那个干嘛不卖啊？他有卖啊，他要淘汰掉的。他可能说太大，我一直说他如果是卖，人家要养。他有一些是他觉得那种颜色不漂亮哦，然后他就这人搞什么？走走走，不会咬人。带他游泳。哎，欸，你真的给我跳下去，气气，这样，白痴哦，啊，气气，不要乱叫，尿布就湿了，晕倒，啊，上面，啊，气死我了，我不知道啊，我背对着，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走，走到后面去了。顶盖我盖伊来过啊。对啊，我知道啊。系啊。顶盖就是刚好啊。系啊。应该这个。嗯。啊，这家己生哦，家己看。啊。静静的，静静的，全都晒死开的。较水的你要留着对啊。哦，在共生啊，嗯哼哼哼，较水型啦吼，啊那个都畸形了，哦，畸形买家呀，就那样子，哎，乖乖，他是陌生吗？对啊，就陌生地方，他就我一离开他就这样啊，啊在家跟霸王一样，也没有人能管得了，鸭我们上次也有，鸭会吃鱼啊，当然鱼哎，哦。真正是吼，你比我还好奇呢。抓好啊，淡水。哎，那个刘教授，这阿豆也来，这哪里来的？台湾的。哦，红色的、蓝色的，还有什么白啊？哎，你要你今天要玩这个？我没有啦，我没有淡水啊。带来水就可以了，这个没有喝耗你多少水。先倒去给你们那个。哎，我爆的，没办法倒。
我被挑这些。什么冒险？你现在又养莲花？它那个它梗有刺，它你眼睛会刺到。哦。所以我这个就要拔掉。它那个干的没关系，就让它长。干的。大鹏，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卖水草。水草为主啊，鸡蛋为辅啊，鱼虾那个都是辅啊。它鱼菜终身人家要买的量又太少。来又养不好，对呀、啊，来医院，来医院这边买个房子，要挖个池子，来个买十尾、二十尾、十尾。喜欢的话自己买大只的鱼吃。对呀、啊，可以谁养我养起来，我可以顺便吃，也可以顺便观赏。嗯，哎，不够饲啊饲，饲啊那么贵，饲了阁愈来愈贵。迄刚想看听人讲，要一包600几公啊，不够一票、啊。嗯，没有700了。700了。我去年问的啦，福寿，对啊对啊对啊，700到750。哦，你无锅鱼料呢，吓死人！我是买石目鱼料，石目鱼料700，700，我是买680，680，680那可能是那个老板娘卖给你的。走。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啊，因为我本来以为你说香烟盒那么大，我想说那个1000多是很恐怖，这个还好啦。看可以拿多少就拿多少，我那应该载一下，走，不要吵，不要吵。哎呦，单脚，好到吗？可以。哦、oh, ，所以他们所谓的吃人肉的鱼就是这个啦，就是温泉鱼啦。哦，这是那个礁溪一带有没有？就是所谓的那个泡脚的那个温泉鱼哈，所以吃鱼人肉不是吃人肉，就是吃人的表皮。哦，这个尼罗红鱼啦，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刷掉的，我就是可能体型比较畸形呢，或是说颜色比较老板觉得不讨喜的，哦，他只留一些比较。颜色漂亮的起来，这温泉鱼。哦，那我们就拿回去吧。好了，那我们鱼也在了，然后学弟也送他回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回厂。然后下午呢，我们下午准备要拿一个那个已经长大的小河豚呢，然后来跟花枝看他会不会吃哦，因为之前那一片花枝的那个吃小河豚的影片呢。也受到蛮热烈的讨论哦。那比较多的说法是，哦，因为河豚天生怕这种河豚形状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就是说，哦，因为河豚表面有毒性，所以花枝碰到的时候就会放弃捕捉。然后其他呢就察言观色，发现哦，这个好像不好惹，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河豚长大了一点点，然后花枝长大更多，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大欺小的状态。那如果这样的状况下呢，河豚依然不会被花枝捕食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间接的证明说花枝就是我刚才讲前那两项是有可能得证的吼？因为就是不是怕这个体型，这个天生怕这个，就是说它表面有毒嘛。那我们再来去做进一步的实验。那如果花枝呢，毫不考虑的就把它吃掉了，那有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花枝天生那时候小只的时候比较胆小，或者说体型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就没有去捕食它。OK， 好，那我们就回去的时候就准备要做这个实验喽。好了，我们走吧。下来，下来。好了，回来了，准备分鱼了。
我们河豚也长大了，长大了一些，快上去。哇，也长大了。好，等一下来测试吧。温泉鱼的训练法，手拿饲料，最后就是认作手上会有食物。再来一次。好，等一下我们就联合屯挑几只那个这个鱼去喂食给那个小花枝，好，换个口味。Hello， 那我们现在要来那个喂哦，那我有拿那个尼罗红鱼的苗哦，尼罗红鱼的苗跟那个这个河豚哦，那我们等一下先来喂河豚。我现在试看河豚要不要吃，会不会吃？哦，那也是阿坤一直心心念念在想的一个问题啦齁。好，那希望这一次能做给我一个解答。各位对花枝有好奇心也探讨的那个朋友们，哦，一起了解说这个到底会不会吃？好，那我们来喂食喽。真的不吃哎、欸，真的不吃哎、欸，好厉害哦！好吧，不吃我们就回收吧。这真的很猛哦，这真的很猛哦，不会吃哦。好了，让他回去吧。好吧，那个。好，那河豚不吃，那我们就把那个吃人肉的鱼喂他们吧。
来吧，这应该没有不吃的理由吧。好，那我们那个已经证明了，证明这个河豚是天生真的是花枝梅不会去吃它，我不会去吃它。那至于是有毒还是所谓的真的表面有刺呢，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在。哦，不是说可以绝对的否定哦，那可是很可以证明，就是跟的身像上一次喂食一样，它是不是因为体型大小的关系，因为它就是碰了然后就会放开，然后经过几次以后，旁边旁观的一样哦，它也是吃了以后吃碰抓过以后就放开，然后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去抓它。哦，那这次也是一样哦，那可能我之后会测试其他品种的哦，其他品种的河豚，如果有机会的话，像它等它长一点，我们可以用赤河豚哦。赤河豚怎样呢？赤河豚的表面就一定是没有毒性的存在哦，那就可以证明说它是因为刺的关系哦，不会去抓它。然后当然就主要是这两种因素啦，那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了哦，就是所谓的网友说的毒性哦，表面有毒所以花枝不敢抓，以及它就是天生就是不敢抓这个东西，不管它是长什么形状或者说它表面有刺哦，都重点就是它因为已经确定了河豚就是不会被花枝这种生物给捕捉来食用。好，那我们就再接下来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实验啊。那今天至少就也做出一个实验，就是至少三去说不是因为当初花枝跟河豚没有明显的体型差异的那个优势哦，所以才没有吃它。那也算是有学到一些东西，那跟各位分享。